你看完了？还没。不过我相信你，你是了解我的。因为我离家出走之后的伤心，还有献出初吻之后的难过，你都明白。你不高兴啊？怎么了？我说你了解我也不对啊。还是我说初吻两个字，你生气了？我对你不是雏鸟情节，更不是依赖产生迷恋，是你努力取得我的信任，让我喜欢上你给我的温暖。爱情是什么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有你在我是满足的。我想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，不想放开，就只是这么简单。听你说这些话，其实我很感动。可是我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是爱情还是心软。梦洁，只要你给我机会让我追你，我一定会让你爱上我。你对你自己这么有自信啊？因为我是你最好的选择。Thank you.